陈雪怡，你来冲下，多加是因为陈小姐因移交了给我的退催。天虹集团是真暗无？可以记得。首脑江有礼就是江博文的爸爸。哦。很错，你是不是感觉家己再背唔对人啊？哎，博文爸爸是虾米款的人？佮伊医术，佮伊对患者的用心，迄是两回事啊！你嘛该看脱落起来。我真正感觉足好奇的呢。你是阿遐尔挺江博文啊？无你是啥物秘密，还是啥物弱点，掠伫伊个手内是无？哎，我就只是就事论事啦。好啊，那呢，我歹听话就讲伫个进前。病院上较要紧的，就是医生的私德啊。我无希望有一天伊个背景哦，变作是咱病院的负面新闻啊。要无你的意思？你是要爱离开病院是吧？我是无安尼讲，我敢若希望你莫放遐尼啊侪心思伫伊个身上，较免到时阵去影响到咱病院。若是发生什么代志，莫是我爱出来处理啦。好啦好啦，我该继续看情形啦，我要去无用啦。预告还搁伫哩，那呢就表示陈雪英无来找过明定，因应该无私底下见面啊。你就是天虹集团江有礼的后生对无？为啥你即摆应征的时阵袂讲予清楚？也是你当作你袂讲，别人都拢唔知啊？我唔知伊张慧英是倒误会啊。当初新闻报道的时阵，予病院的资料顶面就我的身份证，啊，身份证顶面就阮爸的名，为什么伊张夫人感觉这是欺骗？真正是有甚物老爸，就会饲出甚物款的后生啦。我是唔知影明哲是安怎甲你写入去升迁的名单的，不过我要甲你讲，只要伫个病院一天，你都唔免少想要升迁啦。啊，即摆伊张夫人敢是针对我？是又阁安怎？那日我只好向评议委员会提出申诉，请伊来评理啦。你当然有权利会当去申诉啊！安尼大家都会拢会知影，讲这诈骗集团的囡仔，食的、穿的、用的，拢是因爸爸为别人的身躯顶骗来。啊，你若要阁讲恁委屈咯，鬼才要相信。问你的话，苦心底。